好，我们现在就开会。好，现在先请宣读上次我们以主法定人数现在开会哈，然后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十届第一会期第八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9年4月28日星期二中午12时至12时12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蒋伟万安等19人，主席曾伟明中。报告事项应宣读本会第十届第一会期第七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11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专列部分共19案照列，议程草案讨论事项2至10等9案院会已通过予以删除，讨论事项编列及顺序应民进党党团提案通过共6案。二、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1案。二、一请愿法第4条规定，6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之事项未便受理，函复请愿人。三、一立法院执行刑事法第65条规定，共26案函准权责机关处理尽付，并付之请愿人。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我们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错误？好，没有异议哈。那我们议事录确定，现在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执行事项。那如果有委员要登记发言，就请到主席台前登记。与议事人员宣读完毕后，依登记顺序请委员发言，发言后再行处理。现在请宣读。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12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9年5月8日星期五12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11次会议议事录。二至四委员罗志正等拟具《公益彩券发行条例》交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大学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乡镇市调解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五委员罗世芳等拟具《境外资金汇回管理运用及课税条例》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六委员林义华等拟具《公教人员保险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七至十一委员吴其明等拟具《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性别工作平等法》《国民年金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著作权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12至15委员钟嘉宾等拟具《农业发展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农田水利法》《农业部组织法》《农业部农村及农田水利署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经济委员会审查。16至17委员王美惠等拟具《营造业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老人福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8委员杨耀等拟具《离岛建设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19至20委员林代化等拟具《健康食品管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农民健康保险条例》交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21至24委员蔡宜玉等拟具《电子票证发行管理条例》《国有财产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25委员陈欧珀等拟具矿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26委员高嘉瑜等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27至28委员廖国栋等拟具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原住民族健康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内政两委员会审查。29至30委员吕玉玲等拟具集会游行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家庭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31至32委员鲁明哲等拟具《国军眷村文化保存暨发展条例》交外交及国防、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33至35委员万美玲等拟具《消防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姓名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36至37委员谢玉凤等拟具《零售市场管理条例》《动物保护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38至39委员林怡锦等拟具《高级中等教育法》《国民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40至41委员赖佑荣等拟具《新经济移民法》交经济内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三委员会审查，《地方制度法》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42司法院函请审议《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施行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43至45行政院函请审议《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组织法》《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设置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46行政院函送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委员提名名单交交通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47行政院函送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委员提名名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48至485监察院、司法院、国安局、外交部、国防部、侨委会、环保署、卫福部、劳动部、农委会、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内政部、中选会、原民会、海委会、科技部、教育部、审计部、经管会、中央银行、行政院、国发会、通传会、文化部、中研院、客委会、行政院秘书长、陆委会、考试院秘书长、退伍会、处转会、总统府、
公平会、故宫博物院、法务部、人事行政总处、立法院秘书长、主计总处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486-490，国防部、农委会、经济部等函未预算案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491-513，经济、内政、教育及文化等委员会函未运会交付事项业已处理完竣及查照案。514-524，财政、外交及国防、经济、交通、教育及文化、司法及法制等委员会函未于年度预算执行期间请查照案。525-540，经济、内政等委员会函未于行政命令审查期间请查照案。541-545，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所提临时提案之延处情形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一委员洪胜汉等凝聚社会团体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二公民参与刑事审判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36委员蒋万安等凝聚消防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宪法征修条文交修宪委员会审查。七委员洪孟凯等凝聚消防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89委员叶玉兰等凝聚中华民国刑法二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0-14委员杨琼英等凝聚海关进口罪责交财政委员会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消防设备暨消防设备司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15-16委员林思密等凝聚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法官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7-20委员谢玉凤等凝聚就业保险法、性别工作平等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文化资产保存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滥发商业电子邮件管理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民众党党团提议增列21-26性别工作平等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公务人员保障法、刑事诉讼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大学法、高级中等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消防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27-31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二案交交通委员会审查。执行事项甲行政院答部分以本院委员执行部分宣读完毕。好，我们报告案已经宣读完毕。好，现在没有委员发言，所以我们就通过。好，我们报告案就通过。好，那现在请宣读议程草案讨论事项。刚刚是议程草案的报告事项跟质询事项都通过了。好，我们就现在就请宣读议程草案的讨论事项。讨论事项1-5案运会通过。6中华民国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议事处增列7天然气事业法征地条文案。8财团法人台湾邮政协会、台湾电信协会、中华顾问工程师、中华航空事业发展基金会暨台湾敦睦联谊会等5家109年度预算书籍相关资料案。9老人福利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等案。10建请本院作成决议，提出各国家语言兼资通译服务及培育各国家语言通译计划，以避本院委员以母语问政，请公决案。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有委员登记发言。好，我们请罗委员美玲发言。本院民进党团针对第十届第一会期第12次会议讨论事项，您请列案顺序如下：表六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议案内容，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好，请宣读。本院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针对第十届第一会期第12次会议讨论事项，您请列案顺序如下六案：1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追加预算案。2农业保险法草案等案。3天然气事业法条文修正案。4老人福利法修正案等案。5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6本院委员陈伯威等人提请本院做成决议，建请本院提出各国家语言兼之通译服务及培育各国家语言通译含口语人才之短中长程计划，以避委员与母语问政，请公决案。宣读完毕。好，现在请问对罗美玲委员的提议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那我们讨论事项修正通过。好，那我们现在就进行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请愿法第4条之规定系数一体诉讼之事项的3案，
二一职权行使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机关处理者二十一案宣读完毕。好，请问有无异议？没有异议哈，那我们通过哈。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临时动议？没有的话，我们就散会。好，谢谢大家。